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来收一个那个地龙哈，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没来收了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货啊。地龙就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下去看看有没有货。哎，有货有货，一条什么鱼啊？哦，有货有货有货。哎，啊，鱼要拔了。哦吼，来气了。啊，长呀。啊。把住完了啦，住完了，跑掉了这下，你干啥？来去啊，来去嘛，三只货。跑了两只，网都破掉，放这里放时间久了哈。等我们看一下那一只吧。好，我们今天本来是抓了三只哈，跑了两只，我们先就直接把这个网拉回去补一下哈。本期视频先到这里，欢迎你们的观看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